在地消息，咱等下看哦。即天气这么热，那是常常听到有人去钓沙，甚至伫彰化听讲有老农民可能是洪涝时意外。意思是表示，即死者敢若地震爆发，嘛无常常啉滚水，佮加上地里头壳曝了伤久，所以才会去不治哦。啊，伊实际到咱农友工作的田里来看，即马袂少农民感觉讲即过了伤大顶，无方便，无佮意地，会去抹即防晒乳液做一寡准备，人更加是会当讲无。意思提醒，安尼拢是真危险，就搞掉沙。彰化团出艺术大戏的义工，75岁有姓劳动户，礼拜六日早起前往农地做工课，竟然中道被发现，劳动户倒伫咧田边，紧急送医了，还是回天乏术。艺术研发可能是因为长久伫高温环境做工课，热衰竭引发心血管的疾病。农民伫田内底做工课，无过一下就热到汗流三滴。虽然讲这是上午，气温已经来到30多度，日头是非常猛。不过大部分农民身上，会使讲是无做任何防晒措施。怪怪啦，伤大电衣哥哥啦。啊，不过这较会胖吼。嘿啊，啊，不过就感觉较流利啊啦。嘿嘿嘿。啊，你也怪是咧，你也像我拢穿长的咧。嘿嘿嘿，哦，拢穿长啊。嘿啊，啊短我算伊安怎，你知哦？爱搁下手修啦。嘿嘿嘿。啊，来像安面。因为感觉地过量伤重，地起来无方便，未少农民选择较简单的便布啊，加上无闲起来嘛，真少啉水，才会发生意外。医师表示，过量因为热日头的范围较大，加上散热真紧，防晒效果会比一般的便布啊较好。另外，虽然讲穿着长袜有淡薄啊防晒效果，不过温度是真歹散发，如果若是无及时来补充水分，就发生无爽快的镜头。地过量，地啥？地帽子啊！嘿嘿嘿，啊，过来嘞。嗯。我就是遐真好个，有咩啊？你这嘛是一个晒日头，晒嘛日头晒到头壳心了哇！彰化县今日伫这礼拜，就已经发生两件老农夫疑似抓到意外，疑似天气伫了做好事前的防晒工课之外，明仔片面长时间伫炎热日头下来做工课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